全台最大型除夕夜特别节目在昨天晚间正式播出了，一开场就是震撼冲击，由白队大使林宥嘉跟红队大使萧敬腾带来听觉视觉的极致飨宴，而两位人夫飙唱让观众感受到满满的幸福除夕夜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的海边，有一场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。艺人林宥嘉一袭黑色皮衣劲装，带来经典浪漫情歌。这首歌唱出来，趁现在不算太晚。全台最大型除夕夜特别节目首度找来华丽双开场，而担任白队大使的林宥嘉诚意满满，带来新歌首唱更是除夕夜限定。别说我说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一笑睡到自然醒过来，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。最后演唱经典歌曲，让观众陶醉在他迷幻细腻的嗓音之中。情愿你亲口说，对我说一声不。一身红还搭配一台红色钢琴自弹自唱，紧接着登上舞台的是红队大使萧敬腾，为了这次演出动员幕前幕后近百人团队。亲爱的，真的可以的，压得低的确的听不到。萧敬腾大阵仗率领乐仪队走向舞台前，气氛嗨到最高点。最后一首曲目还加入了身穿红白定制服的福音团一起和声，视觉听觉震撼飨宴，带给观众难忘除夕夜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